这个蛋面我好久好久都没有剥了啊！哦，你看一下这个上，这都香出来了，我买了好长时间的料子哎。这个多吗？你挑出来多不多？20多个吧。没，你挑出来我看一下。都是很漂亮的，哇！各个的话，每一颗都是完美无裂的，我精挑过的。这个可以哎，款式不一样啊，因为它每一个颗的，就是蛋面的尺寸，它是手工磨的，不是机压的。蛋面的话，只能用手工一点一点的磨。每一颗颜色都是很好的，这些都是香槟的品质。我对蛋面要求非常高的，这个也太补了吧？对啊，这一批可以，但这个小一点，这个小的就不要了。就这一批这四个小的就不要了，这几个它大的挺好的。这个卖多少钱一个？这种2000一个。银香切的2000，这蛋面裸食也要这个价值？裸食是精品啊！你看每一个，我知道，你看每一个蛋面都漂亮的很。其实这种蛋面也不温柔啊，但是你这个价格砸得我心太痛了。很好的，很漂亮的。不要那么高了，老板娘，把个实实在在价钱给我，好不好？这种两用款啊，这个两用款吗？我不要，我要这种。你看看，精挑的又大又红。这个盘子里面就是我挑出来的新的啊，品质非常的好。哎，像这个的话，颜色稍微橘一点的话，我们也不要，我们就挑这种又大又饱满，而且颜色又红润的，很干净的。这个很漂亮哦，这些这个要多少钱啊？这个要更贵一点呢，那这个还给你吧，这个就还给你吧。老板娘，你不用打那么高的价钱，给我说卖价行吗？卖价1680嘛。实价呢？实价1680。静静多少钱？价格真的很实在，都是真的很好，都是香精品质的。静静卖多少钱？这个1200不要讲了。那我走喽。这个是很好很好的，你看你把好的都挑出来了，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好的。但是这个颜色，就是这个蛋面有的太大了，有的太小了。大的你又不卖一个价钱，那大的你过来，你要卖一样价钱也可以。这个可以切这种两个呢。那我都没占你便宜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嘛？小的我也没占你便宜，大的我也不贪心，是不是嘛？对不对？霸气，对不对？来吧，打价钱，白素来。不用开那么高的价钱，不要拿个白色的东西，开百数了。它这些的话，全都是一些定制的银托，而且秋天戴的薄玉链贼漂亮，贼好看，配一个黑色的绳子或者是链子都非常的拉风，而且这种很金很好看，点缀感特别特别的强，蓝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魅力。不用开那么高的价钱，没关系的，你就放低低的，他们能看到你的手。我也不卡你的价格，但是我感觉呢，你这个800多块钱能看到，但是我不能给。我亲姐，公司这么大这么好，你看呀，天哪，里面有这么大的精品，你看这种小的颜色真的无敌了。这个确实比我之前你看我戴的这个比我戴的这个还要红还要亮，你看我都是最香的，这些都是香精品质的，我知道呀，品质的。但是你，我不喜欢做那种叉叉的水水，你看我们家没有叉的。我知道，你这个算450行吗？天哪，这个蛋面哪？这个蛋面一个的话都好贵的。你看随便拿一个，拿上去这样的漂亮的很。正好20个，450。我这个外面都卖几千一个了，都卖了。蛋面要这个价钱，但是你这个香都是银托嘛，你卖裸食就肯定卖了高价。对呀，我卖银香切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也知道今年家里面办事情嘛，花钱花的比较多嘛，金价又这么贵，香切的话老天爷。他儿子结婚了，压力有点大。来吧，开个张了，就这样了，20张，150了，可以了。赔钱了，赔的太多了。开个张了。哦，你加嘛，要加嘛。450×20单。9000块钱啦，也不便宜了。哎呦，才9000，可以吗？就这样了。箱子还下来的这种怎么打？直接买这个的话，一克的话，这个价钱是能看得到的，品质的话是非常好，很干净。这个蓝红我真的很喜欢，尤其是冬天戴的卖的超级好。哦，这种蛋面就这样了，我把钱转给你。就每一颗都是应该又红荧光又好。你这样了，450可以的吗？你给我个袋子吧，我装起来。这价钱超过去了，太低了，这个价格。给我袋子，我拿着。真的舍得啊！我刚镶出来的这些，这是攒了好长时间的精品。我去拿袋子。这种大蛋面的话很难遇，因为的话在市场里面，就是那种小滴滴的会好捡一点，但是这种大的话是真的很难找哦。你看看像这些的话，都是那个品质都是非常在线的，老板娘挑的全都是精品，肉眼可见，没有任何的伪劣。喜欢的宝宝来了。